01越南皇室的末代，南方皇后与太子阮福宝龙。太子阮福宝龙 ,1936-2007。02清朝末代皇后婉容 ,1922 年12月1日。溥仪大婚。他娶的是原任内务府大臣的容元之女婉容 ,1945 年8月。苏联攻占伪满洲。婉容随宫廷人员撤至通化大栗子沟，后备战游击队俘虏，先后运至通化、长春、永吉、敦化、延吉，最后于1946年6月10日前后死于吉林省延吉的监狱里。三年以后，在收容所的溥仪得知婉容的死讯，无动于衷。03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 1967 年 ,1950 年代英国玛格丽特公主和伊丽莎白女王 Khadija Gay Bova 亚塞拜然女钢琴家 ,1893 年人在1938年苏联大清洗中以间谍罪逮捕。当时钢琴家还乐观地认为自己会被流放的西伯利亚，自己在西伯利亚也能创作。后来在巴库被处决。1956年昭雪 ,04 戴安娜王妃 年轻时的戴安娜 年轻时的查尔斯王子 ,1981 年7月29日。上百万英国民众走上街头，只求能够亲眼目睹一场世纪婚礼。1983年的查尔斯、戴安娜和威廉王子，这是他们公布的第一张官方家庭照。后来戴安娜发现事情并不是她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她的丈夫冷落她，并不仅仅是因为兴趣不合，而是有了另外的女人。英国媒体当时大量刊登解读为两人貌合神离的照片。